你是不是以为我怕你，小伙子？啊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怕你？鳄鱼一级可打不过武器，我们就光凭着攻速就能打死他。OK， 他打个闪现，不错，嘿嘿，挺好啊。来吧，多兰剑，把兵线给他推过去。我们这兵线推不过去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吃了我个经验，这是。看住！但是他没有钱。不过闪现吃经验好像有点亏呀。出招吧！先补炮车。先补补刀，可以跟他打了。其实，如果他想打的话啊，把他们也算上。我们刚才是满城，重锤接翼，跳下来晕走，亮牌着。重锤！出招吧！跳上来锤，重锤开翼，晕锤，锤！你好弱呀，兄弟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！吃一张塔皮，严阵以待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严阵以待。先来个小吸血，然后我们再来把短剑。还有多兰剑，比较的不错啊。看住！满怒鳄鱼跳上来，锤，重锤，锤。还不放翼，锤上来点燃，重锤晕，锤再锤，二段翼不放。那你不放的话，我就要杀你了。刚才看直播卡呀，那卡的话那也没办法，那只能卡了。你可以换换线路，或者是换一换清晰度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
你看高清一直没卡过，那高清能行吗？跳上锤，重锤，四秒以后死，四三二。跳上来锤，一锤晕锤锤，闪现重锤接平 A 开大招，你这一回也杀不了我呀！再见。厕所回城，七百加八百，二七十四，一十五，哎，正正好好。差四百块钱，我们无敌了。打塔为啥要开 W 呢？因为要重置普攻，明白了吗？直接照脸跳，锤重锤开 E 锤晕锤锤死了，这波不躲晕就死。虽然咱也不知道为啥不躲晕，看住！零二五，零二五了，这才上路吧。开一锤晕走吃药，回头重锤开大点烟锤锤重锤死，他没有技能了，这波他直接开大是没有用的。直接给他拆了，拆完以后下一个谁来了？刀锋啊，刀锋也没用啊。有没有蛤蟆？打个蛤蟆。打一个小蛤蟆。没想到吧？看看有没有蓝 buff， 没有，我们回家。算了，不回家了，把峡谷打了。能推多快推多快。我们来一波，来一把快速流。回家了。算了，回家之前再打个蟹吧。护甲还这得要，差不多。去吃中路塔皮，不吃，不吃塔皮，我们直接推上路。
Rampage。 我能直接上高地，我吃塔皮多亏呀、啊。这塔皮就亏了，直接上高地。这波直接高地杀鳄鱼。跳好像点岩锤晕重锤，别打我这防御塔，高峰可以试试啊，来晕走位锤锤重锤平 A，他晕的稍微慢一点，这波我们都杀他，打小兵跳走锤重锤走了，哎没办法，这波就这么地儿吧，晕没躲掉，1600，我要把这都卖了，我们有三项，但我要不都卖没三项，想一想卖还是不卖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卖了吧，反正也没什么用了，卖了以后我们打个红蓝 buff， 这样我们就有血有蓝了啊。派克看起来装备不错，来趟中路，锤锤重锤，先跳走，女警死了，刀锋死了，我们打个红，打完红再去他家打个蓝。你这能打死吗？别追了，算了吧，我就推上路去了。哎呀，锤重锤锤锤 E 跳上来晕，锤重锤平 A， 跳上来锤重锤重锤开大锤锤，我已经杀疯了，还就那个杀杀人魔。你敢过来吗？看来他不敢。打你个三郎，给你留一个，上路再推一波。再打个河，打个蛤蟆。上路已经不用我们去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往下走。
超级兵给经济了。现在不是经不经济的问题，是他连超级兵都打不过，他出不了门。他俩打不过超级兵，超级兵2600滴血，我来全部收割。先掏个点烟，开大锤，重锤，开一军锤，掉下来女警锤锤，来给个助攻。你为什么连助攻都没有啊？偷大不算助攻啊，早说呀。严阵以待。我天神下凡，这应该叫什么？武神下凡。狙我，狙我有用吗？派克搁中呢，刀锋搁中呢，小鹿搁中呢，那下路就是个女警呗。那这女警凭什么瞅我呢？他再敢瞅一下，我这脾气就上来了。啊，再敢瞅一下，把夹儿给他踩了。女警搁中呢，来中路，从民警屁股后头掏他一波。我来了，小女警，重锤，跳上锤，走了，走呗，快救一下，救一下！人有点多，你说你们家不守啊？啊？那家里那不守吗？那家里头，哎呀，门牙都没了，也不守，就硬要打，搁中路打。倒点水啊。四个人这波，哎呦，自从我辅助了物资以后啊，我就感觉谁的这为人也不太行了。下路也拆了，上路也拆了，我们最后拆个中路拿下。好像有红 buff， 瞅一眼啊，这个眼儿细节一点啊，细节一点，我看怎么个细法，真细节。好，走吧。嗯，把中路拆了。鳄鱼居然杀人了，不可思议！我就拆上路的，今天必须给他们家就三路都拆没。
这是我武器大师最后的底线。上个主基地来吧，好，重锤开翼上来，闪现军锤锤重锤，好了，锤锤锤掉下来晕，哎呦，狂风之力还挺骚，哎呦我还挺骚啊，你下一波我看你还有什么啊、哦、你下一波我看你把狂风之力闪现还有翼，哎他吃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呀，太骚了，确实骚，确实是有点骚，还剩最后一路啊，不是最后一路，还剩最后一个主基地，打个大龙吧，打个大龙让他们在这守着，让他们难受这叫瞎人诛心，给你们一个大龙 buff， 去把下路拆了。其实这啥路被破了，如果然后还带个大龙 buff， 我觉得就是不可能有人能守得住。不可能有人能赢得了，根本就赢不了。OM。